客委会杨长镇主委亲自到我们东兴郡来视察。那我们东兴郡的第一期的工程已经陆续的完工开放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大家来这边休闲。那杨主委是非常关心大家使用这一块东兴郡的一些感想，还有或者是一些心得，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好几次都遇到很多的市民朋友来到我们这边走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棒。那当然还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们也来做一些修正，希望做到尽善尽美。那至于东兴郡第二期的工程，我们已经在2月9号已经上网重新招标，那很快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施作完成。我相信我们东兴郡一二期的工程经过我们大力的来提升改善之后，相信是我们市民最好的一个去处。我们欢迎市民朋友大家多多的到这个东兴郡来走走看看，来休息，欢迎大家。